是多多，我现在在成都的双流机场。我们原定话去往苏州的航班延误了2小时零5分钟，所以这2小时我该如何度过呢？就带你们去试一下双流机场有什么值得吃的吧。也不是什么值得吃的吧，就是看到什么吃什么。出发。我看到了煎饼果子，你们说要不要吃一下？看着还挺好吃的。那我们要一个套餐的吧，我就吃这个第一套餐，比较划算。喵喵，你说煎饼果子好快哟、哦！你都打包吗？哦，我在这吃啊，因为我还有一个牛奶。它里面加了肉松培根鸡柳，一个全家福煎饼，22块钱。不知道是不是饿了的原因，感觉这个煎饼格外的好吃。你们每次在机场都会选择吃什么呀？快餐、汉堡。其实在机场吃汉堡还是很划算的，相对于吃一些饭呀、面啊之类的东西。它的面是菠菜面，就很健康。还可以，这个店面中等的好吃。哦，这个牛奶要烫死我，我应该要加冰。姐姐有没有冰块？我去给你拿两个。好的。冰块没拿到，我们都要喝完了。没事。姐姐的一番好意，我们还是加一块意思一下。我们去看看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。姐姐给我们打的这个汉堡煎，我跟她说给我们打多一点，她说饭可以吃完就加，开心。16元，肥肠雪碗32，它碗的大小都是一样的，其实还蛮小的。这个是雪碗，味道还可以，有点咸，好香。这是长筒，大长筒，里面的脂肪非常的丰腴，好吃不？我比较喜欢吃这种菜干饭，里面还有咸的腊肉、玉米、胡萝卜，这种蒸出来米饭就特别的香，比一般的白米饭要更好吃。我要把这个饭扣进去，加上一勺麻婆豆腐。麻婆豆腐也是盐拌的有点重，然后我还要再要一碗米饭。哎，别说它虽然这么咸，但是倒挺下饭的，可以少吃点饭，多吃点饭。冰的，好嘞，好的，好的，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饭。头一会儿打的冒尖的是吧？好的，这多煎，这晚饭。好的。他们都笑了。我们再要一碗，再要一瓶可乐吧。好的，端着我的饭又回来了，在这。当我第二次要米饭，让喵喵
样打冒尖尖的时候，他们都笑我。把这个麻婆豆腐配到碗里翻起来。把饭盖到了这个麻婆豆腐的碗里。这一块花了56块钱，还没有算可乐的钱。偷偷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感觉成都的这边机场便利柜，它的水价钱还是挺实惠的。来拿一瓶元气水吧，元气森林。试一下，估计都差不多快要登机了。这个好的，18块钱可以买。我想要一个那个，就是鸡爪上面那个鸡爪，18块钱一份。好的，18块钱。它的肉质很紧实。晚上的饭点人特别多，然后面那里排了好多人。我准备接下来自己去便利店买点泡面吃一下，就不排了，这边等不了。我可不想到时候因为一碗面然后耽误我登机。硬吃啊，那这个好吃，想大伙再去买一只吃一下。我们准备边吃边到登机口吧，待会儿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网鱼多多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在这里我会把对美食的喜爱和快乐传递给大家，请大家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你喜欢的视频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和想看我吃什么的话，请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，记住关注以后千万要按亮小叮当哦。